跳起来，一个坠击，好的，漂亮。热辣直接追到，漂亮，走位，绕绕躲掉，哎，还在操作，还在操作。我们今天的第七局确实是巅峰对抗，所以说今天有三场打平，然后另外两场也是两胜一负。来，莫愧三家前锋古董商杂技，非常高上限的一套阵容。但这个阵容面对聂西，说实话前期如果说倒得快了，哎，一跳，哎，他想跳出去不想吃这个灯，没能成功。这个灯也不踩吗？这个灯不踩，咱家是不是可以在这边再玩一波呀？我给大家讲过，我的理解是咱家是溜不动聂西的，但是这个点位我们可以看到一个顶尖的三家是怎么玩的，一跳两跳，哎呦，也看到了一个顶尖聂西是怎么破这一招的，鼓掌，帅呀，不愧是 S1 聂西。注意啊，豹哥来了，击球手，哦，不对，豹哥的前锋已经 到身边了，一刀倒地，好的，没有操作空间。咱家真的蛮难打聂西的，这边的话插个眼压住，牵起来前锋撞，咱家这边有灯，沉默了，跳不起来，但是看这个飞轮，看这个飞轮，哎，直接翻，赌你防我飞轮。嗯，往下走的话，这边前锋毕竟人家是在语音交流了，哦，没机会，没机会，没机会的话，前锋这边撤，古董商也来了，打这么凶吗？你们的密码机修了两台半，哎，搞得好像修了三台半一样，对吧？派两个人来救，一跳。哦，这边古董商可能是机子修完以后正好过来修这台机子的，然后有机会能打一波嘛就打一波，并不是专门赶过来，我是在想怎么可能专门赶过来打一波。但前锋这波是没有吃到伤害的，所以说这里前锋满血还可以再保一轮，保得下来保，保不下来退而求其次保平。前锋预判球，预判球，预判球，完了完了，这波撞下来的话自然家这边有的玩了。这波聂西根本没有想到前锋会撞，压根没看他。这里豹哥前锋似乎还有想法，跳起来一个坠击，好的，漂亮，带走。这波坠击其实打了一个三角跳，这边前锋再来人放下，好，那前锋算是完成他的一个任务了。这里其实打一刀前锋也不是特别有用了，为什么呢？这前锋是没有大心脏的，他应该是走了，他去跟谁呢？跟古董商这边交班了。我打完了，剩下的你来。还不走？哎，这波我感觉前锋早点走过去补机子呀。一跳两跳，那你不走啊？你不走，你不走，你别走了。啊啊！你不走，你别走。那边救下来，救下来，密码机不够，我觉得这波豹哥走晚了，他其实第一时间就可以过去了，就古董商过来了呀。一跳两跳，飞轮没好，看古董商的打架，把密码机差的有点多，杂技就算赶过去，子安家就算这边被打下来，再打下来的话有飞轮了啊，再打下来的话有飞轮了，这边前锋也来了，哎，又放了一波，这波骗到了，再打一关，我天，一个坠击，飞轮没交出来，前锋也来了，前锋也来了，古董上没棍子了，这边强行摸头打了个震慑，哇，好堵啊，转圈圈牵起来，前锋撞，啊，给我倒。打得跟要四跑一样，
这把求生者打得也太凶了吧。杂技过来，这前锋都没有大心脏的，说实话打得有点多了，就多了那一口，前锋那波不倒地，这个局求生者保平真胜，打多了一口，我感觉一个坠机飞轮顶把人救下来，还没有结束呢，前锋去摸机子了，这边的话把杂技挂上，古董上有棍子，你真别说，精神一个坠机，哇，这啊，这波精神妙啊，哦，这金身可以完全压住了这一波求生者的想法，一跳两跳三跳坠机转圈圈四抓六，太帅了，来看一下刘颖的蜡像师啊，号称啊，他自己号称啊，断层级的蜡像师，对吧，可以领先 S2 1000分以上的蜡像师，那我们来看看这把面对，说实话这个子安家打蜡像师我真觉得一般，溜不动吧，咱家打蜡像师，待会儿看一下啊。你朝他照灯，因为射程上面来讲，蜡像师更远嘛。这边的话，第一刀有了，甚至可以控蜡，漂亮。带的是张狂，那这个开局很香啊。就厉害的蜡像师啊，大家可以感受到什么呢？就是你有一种什么呢？怎么地都溜不动的感觉。然后怎么地都溜不动的感觉，因为感觉怎么蜡上来了，对吧？位置被压住了，然后人没了。这一波的一个击倒核心问题是救人位搏命可能在玩具伤手上面，击球手过来也不太好操作，这个杂技感觉要卖呀，难说，应该是卡死就一波，我感觉应该是卡死就一波。这边的话，玩具商从天而降，因为要救子安家也过来吗？子安家也过来，机球肉也过来，机子不修了，来拼命了！天哪，他们又来了！不是你们今天要来几回呀？打蜡像师也来吗？打蜡像师来，我感觉不赚哦。这一波的话，沉默机球手。再补一颗球，杂技球跳开，玩具商这边的话跳板没有支援到的，我本以为是玩具商过来救人，没想到是子岸家和机球手两兄弟联手来保，外面还差了大概三台半的机子，怎么地，这三台半机子玩具商一个人修呢，我球给你踩了，我把这子岸家挂了，我不要这个杂技了，对，我把这子安家挂了，你来嘛，二阶了，那杂技我待会儿看情况好了呀，他这把的天赋张狂带冲动，这个天赋也是比较少见，我都没见过这样的天赋，热辣直接追到，漂亮，知道你这波会打我球，直接提前开热辣，热辣打出一波伤害，这边人救不下来了，求生者打到这个环节应该有点要绷不住了，玩具上来，玩具上可能手里会有波命，可能手里会有波命，
这波来镜头给到，还能操作，还能操作，这边卡着这个口子。躲躲躲躲躲，没躲到，那没了。他这波如果救下来的话，你真别说，因为蜡像是不带挽留，这个局还能盘。因为我猜测玩具章这边可能是带搏命的。还要喷一波，一个蜡块封住，机子不够，但是求生者并不想放弃。杂技有火球，有飞轮，但机子差太多了。来，等你。哎，这边的话，玩具商也过来，一个热蜡直接先喷倒，然后再追击球手。这个杂技是个挂飞。吸球手这边的话有飞轮，再找小凤。哎，他这个找小凤喷的倒是真的，喷着喷着就七十多了。定住带走交移形，因为击球手是一个当面的交自己。漂亮，打得好，打得好，打得好，不愧是我们国服断层级的 S1 蜡像师。四抓了。来死！正局，马老师，地图上面来讲的话呢，求生者占一定的优势，但是马老师作为现在图榜第二，国服，对吧 ？S 级大佬。区区四个小兄弟，麦老师不是带了封窗啊？低头走路，封窗他有狩猎本能，那麦老师这把也是拼了，估计是不带挽留了，黄衣之主挽留都不带了。留影做福袋了，哎，一刀打中了，这边球没跳出去，豹哥撞了一波，保砸技，这波球拉了一半的球，保杂技进到了大房医院，翻出去出手拍，那前锋也得进医院啊，要不然这边放狗了吧。出手先压，没有着急放狗。密码机这把其实比较慢的，前锋是没有修机子的。飞轮躲，好的，拉球做啊，不拉球躲，这边开始放狗，飞轮已经交掉了，这只狗咬中前锋倒地，密码机总量不会超过两台，我感觉麦老师这把输应该是输不了。啊，拍三家这边保不了人啊，我觉得这波前锋直接拉球进医院好像也不是特别行，你拉球进医院，麦老师跟进以后好像放狗也能带走。这里砸头，照一波，不着急救，然后将人救下来。前锋手里面的话还有一些球，拉球躲出手，这边的话子弹夹吃到这一刀，那得掩护，他得确保这波前锋能走的情况下呢，这波子弹夹算是打出来了。如果说前锋走不了，麦老师依然能够击倒这个前锋的，那这局麦老师是滚雪球真多抓的局。他打换抓，说实话麦老师我觉得都能保平，当然这边推测麦老师的天赋里面是不带
挽留的，所以说也不太好说。这子弹家今天不得不说，阿花的这子弹家确实给到我们这边监管者非常大的压力。好的，这边的话前锋倒地，我觉得马老师这把输应该输不了的吧，没有打价位了。杂技再来救一波，现在的话外面差两台机子，子弹家小防修，杂技这边应该不会再修机子了，他应该是过来救人扛刀什么的保。律师机子已经摸起来了，子弹家这边机子也摸起来了。杂技的话好像是不想救了，留得青山在，不怕没柴烧。不对不对，还有想法，马老师这边放狗，狗咬住，狗咬住人肯定救不下来。但这个杂技有点强啊，这杂技手里面好多球，一个飞轮满血，这只狗放了应该是偏向于一个平局，飞轮先躲，触手拍到了，这波触手拍到很亏啊，这波触手拍到很亏啊，这波触手拍到还律师要来过来救人的，拍走位绕绕躲掉，哎，还在操作，还在操作，没球，没有球的 CD， 但是律师的机子修完了，马老师手里面没有技能，马老师在开门战的时候手里面好像也没有技能，现在50秒的放狗，子弹家这边的话把人往哪里挂，要挂地下室，带着巨钱吗？但这个地下室说实话一般，这个地下室真一般，你这边挂上人，我机子压好了，我直接秒救，地下室打不了太多东西。哦，这把说错了，求者是全员的一个飞轮大心脏，我刚刚说成飞轮双弹了，落地刀压，哎，打到了，这不对，这个落地刀打到的话有点炸裂啊，强魔头触手拍牵起来，密码机点亮，不跟你玩了，拜拜。咱家这边离门很近，直接点门，但是马老师的话手里面应该会有一手底牌，满血切船打一刀，那平了，等会儿，哎哎哎，飞轮，哎，走了。这个局刚才如果说是三人开门战，你真别说，因为杂技手里面还有飞轮，他其实还有操作空间的。那最终双方是打成了，我们今天总共啊九把的话，一平两平三平四平，四把平局，三胜两负，四把平局三胜两负险胜，我请了九位 S1 的图皇，挑了九张图，主要穷者，对穷者，而且还是连打九局，大家把 PDA 辛苦了打在公屏上啊！确实今天感谢 PDA 啊，为我们直播间带来的这么精彩的一个对抗。